请掀开经本，主业神长行第二句看起，喜言观世主业神得广大清净可爱要功德相解脱门。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说明，这一位业神呢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的发光地的善友啊，在入法界品里面业神的名字叫习目观察众生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名字是习眼观世啊，习眼观世啊，后面这个名称呢就善财童子参访的名称是习目观察众生。名字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那么这个地方说的他修学的法门是广大清净可爱要功德相。那么善财童子参学的时候，他这个法门是大势力普习床啊，这个名称稍微有一点差别，可是意思还是相同。我们要怎样来学习？首先我们要懂得这个功德相这三个字的意思啊，什么叫功德？功德相啊是指的什么？在佛门里面常常讲啊，普遍的就劝大家了，要多修功德，甚至于我们看到许多道场，这个大殿上呢，放了一个收钱的箱子，叫功德箱，那么这是对于功德两个字的意义啊，误会了。在佛门里面出钱出力那个做的是福德不是功德这个福德跟功德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在古时候你看大魔祖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梁武帝了梁武帝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替佛教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业但是建道场的历史上留下来的记载他建了480个寺庙都帮助出家人十几万人呢他供养大魔祖师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就把他所做的这些事业告诉达摩祖师，然后向达摩祖师请教吧，我做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回答他说，并无功德。啊，这个话是真实话。啊，梁武帝听得很不高兴。啊，所以大摩跟梁武帝就没有缘分，啊，他就不护持他了，啊，这样子大摩就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如果梁武帝要问我的福报大不大，那大摩祖师一定说很大很大，他做的是福德，不是功德。啊，福德不能解决问题。啊，你看《坛经》里面讲的，这个生死大事啊，福德是不能解决的。啊，解决生死大事要功德。对，功德跟福德呢有差别。啊，那什么是功德呢？戒定慧三学是功德。持戒得定，持戒有功啊。定就是得啊，修定有功，开慧是得啊。那么由此可知，功是修因，德是果证啊。那么由此可知，福德可以给人啊，我有福德了，我自己不想，可以给大家想。功德没有办法给人啊，功德是自己的啊，我得到的定，我得到的慧没有办法给人啊，我得到的福报可以给人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的啊，功德跟福德不能混在一起啊。啊，但是在相上来说呢，这个功德相跟福德相呢，的确是很难辨别啊。为什么呢？都是属于断我修善啊。你比如说像持戒，我们修十善业道啊，持戒不能得定，这个持戒是福德啊，不是功德啊。他虽然修的功，他后头没有得啊，没有得就变成福啊。就持戒清净，人天福报啊，不杀生的长寿报啊，不偷盗的财富的果报啊，不邪淫的好眷属的果报啊，那都是修因有果报的，变成福德变的事情了。如果持戒得定，这个持戒是功德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这个持戒持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得定啊。怎么不会得定呢？自己戒律很清净呢，常常看到别人不持戒就不高兴了，就生烦恼了，嗨，这个人破戒啊，那个人不持戒啊，他天天去批评别人，生烦恼，这个持戒是福报啊，是福德，不是功德啊。怎样持戒
才是功德，才会得令呢？坛经上六祖说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个人持戒呢，他必定能得定。啊，为什么呢？他不见别人过。啊，他的心呢，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啊，这个持戒是功德了。那我换一句话来说，断恶修善，着相的是福德，立相的是功德。啊，这个说法了，诸位就很好懂。啊，你修布施，啊，持戒忍辱。真正像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是功德啊，为什么呢？与戒定慧相应，着相呢就是福德了啊。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梁武帝所修的通通着相啊，他没有立相啊，着相是福德便是，立相是功德便是。啊，立相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所以我们断恶修善，一定要立分别之处。不求果报啊，只求啊心地清净，心安理得了啊，只求这个啊，绝不求任何果报啊。那么你这个去做法，你天天在修集是功德啊，功德里面决定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那我们再讲的清楚一点，再讲的明显一点，人有自私自利，无论修学什么全是福德啊，自私自利没离开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念念呢为社会为众生啊，为大众，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全是功德啊。这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头啊劝勉大家了，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啊，我们菩提道上啊才会一帆风顺啊。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念念都为众生，念念为正法久住啊。啊，新加坡居士林李牧原居士啊，我昨天晚上跟他见面，最近他身体不很好啊，我劝他多休养啊，他家庭不要了，事业也不要了，一切都放下了。为什么？全心全力为佛法了
啊，为培养人才啊，没有一点私心呐。啊，我想他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弥陀村没搞成功。啊，这是受到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外缘不好啊，不是不尽心，不是不努力。啊，杨树岗的地方没有办法拿到。啊，洪老居士也往生了。啊，然后有一个机缘叫唐禅。啊，那个时候确实谈的非常接近，很可能拿到，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拿不到。听说现在唐城也没卖掉，那个时候唐城要给我们，这个地主啊，确实还可以拿到1000多万。我看现在唐城是一文不值了，欲言不具足啊。最后被逼着，居士林自己本身还有一点点那些空地，啊，现在已经动工了，啊，把它改成宿舍，啊，预计是盖7层楼，大概将来可能有200多个房间，啊，我说这样也好，啊，我们人力、财力、物力集中，比较好管理。啊，那么居士林、讲堂、念佛堂呢？这一栋大楼是5层楼，上面再建2层，啊，所以建7层。这个工程预计啊，要2年半。啊，所以我们下个月讲经念佛都要搬开了，啊，那一边在施工。逼不得已啊，啊，我们还是要做。啊，他这样的发心，我一定要协助他。啊，我们一定是紧密的合作。在这个世间活一天，我们会做一天。啊，人要讲道义，建立王义，这不但不是修行人，连儒家的君子都做不到啊！啊，见利忘义，这是儒家常讲的，那是小人啊，他会有什么成就？啊，我们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一心在为佛法。啊，在为众生。啊，除此之外，我们还尽心尽力在推动宗教种族和睦。啊，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呢？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不安定了，没有和平了，灾难频繁。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团结，
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纵然不能化解，这个灾难可以减轻啊，时间可以推迟，这是肯定的啊。佛法里头讲的这个道理，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啊，我们存心向善，啊，一心向善，啊，纵然许许多多人在这里障碍我们，啊，为难我们，我们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我们还是认真努力去做。啊，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能做成功，众生有福；事情做不成功，众生没有福。啊，自己的功德是圆满。那《楞严经》上佛说嘛，法义圆成，圆满功德。我们发的心是真心啊，发的是真心呢，就是圆满功德啊。事情有障碍做不成，是众生没福啊。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那边施工，那将来我们的奖金啊，念佛堂都要迁移啊。这个初步的构想是用这个我们这个楼下啊，现在东西都搬走了，清出来了啊。咱们旁边这个杨氏中心会啊，对面的杜氏中心会，这都是我们租下来的地方，下面都可以作为讲堂啊。那我们讲经还是在这里讲啊，下面用这个银幕，大银幕啊，这是个办法啊。当然如果有更妥善的方法，我们都会进行啊。希望念佛跟讲经呢，不会因为工程而中断啊。会长天天在操心呢，天天在策划了啊。我们看到之后啊，从内心里都感激佩服啊。在这个世间找不到这样一个护法他所作所为，是经上讲的功德相。为什么？他没有自己啊，名闻利养，他连边都不沾呢啊。那么我跟他解释啊，也是怕大家误会啊。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建这个道场。啊，我为什么要进？我今年75岁了。啊，这些人当年在图书馆出家，跟到我都10几年了，啊，有20几年的。我死了之后，他们连一个修学的道场都没有。我对不起他们啊。虽然李会长很慈悲，收容了我们啊，这些人
没有拿到新加坡的居留啊。会长在没有问题啊，会长哪一天往生了，底下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拥护就很难说了啊。所以大家心不安呐、啊，必须要给他们自己找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安心啊。在此地他也不害怕的，要问你道场在哪里，我道场在图文巴啊。现在问的是你道场在哪里，说不出话出来啊。所以为了安定他们啊，这才那边建个道场。那为什么不在新加坡建呢？新加坡我没有权利啊买有土地的房子啊，我现在拿的是新加坡永久居留，可以买楼房，没有地的行，有地皮的房子我没有资格买，难在这里啊。而且此地的房子太贵呀、啊所以那边的缘成熟了啊。那么我在澳洲拿的也是永久居留，但是有权利啊买房子买地啊。那么正好呢碰到这个图文巴有一个教堂要卖啊，我们很顺利的把它买过来了啊。这个教堂非常兴旺啊，是他们的信徒太多了，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容纳，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大地方盖大教堂，把这个地方让给我们，很兴旺啊，我们看得很欢喜啊。啊，那么教堂两边这两栋房子也买下来，我们现在的总面积8万多尺，啊，大概差不多有8万2-3千尺，啊，那么其用的钱呢，80万。啊，澳洲钱80万跟新加坡差不多啊，80万在新加坡买一层楼房买不到啊。啊，前天我们这里有个同修，那个大家晓得立方啊，啊，他现在搬了一个新房子，啊，要我到他家去看看，啊，我去看看，实在讲也不很大，啊，4个房间，1个大厅。啊，也没有地皮啊，楼房啊一层啊。我问他，你这个房子多少钱呢？250万。啊，所以我们在那80万呢，在此地去买了个楼不行啊，差太远了。啊，那么澳洲生活程度低。生活容易，此地不容易啊！啊，这个地方的消费太高了，真是寸土寸金啊！啊，所以一切因缘成就，啊，是这一批人呢，让他身心安稳，啊，那么在那边，我给他们定的功课，比这一边培训班的同学们功课还要严格啊，认真修学啊，希望自己在道业学业都能成就啊。啊，我请两个老师在那边专门教他们啊，一个叫郭文，一位叫英文啊，经典的学习跟我们培训班的方式完全相同啊。现在那边住10几个人啊，认真努力修学啊。他们前天上课啊，好像今天是第3天啊，那边也在上课。那么至于古晋那边，我建了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
完全是提供给在家同修进修的。啊，我们这么多年都是依靠在家同修的供养，在家同修的恩德我们不能够忘记。啊，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力量来报答，所以建一个道场。啊，在古今。啊，在家同修呢，如果有假期喜欢念佛，等于说到那边去度假念佛。啊，那个道场是个常年佛期。啊，天天念佛。啊，听经。啊，听经呢我们是播放录像带。啊，我们会派两位法师住在那个地方，啊，带领大家念佛。啊，那么这个道场呢，可以住100个人，我们有50个房间，啊，跟旅馆一样，一个房间住2个人呢，可以住100个人。啊，4层楼，啊，楼上呢，这个4楼是念佛堂。啊，2、3楼啊是宿舍，啊，下面一层呢是餐厅跟活动中心，啊，那么土地是李金友居士，啊，这是我们对信徒的报答，啊，欢迎在家同修有假期的话到那边去度假。全念佛啊！我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我要是死的时候也很欢喜，没有遗憾了啊！我对得起大家，我都替大家安排得很妥当啊！我自己一生呢，无论在哪里都自在。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一心向善呐，啊，人生苦短，经上常讲啊，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这话是真的。如何在无常为脆里面呢去修真常，啊，这个才有智慧，啊，这个才是正法，啊，所以功德相呢那就不能不知道了，啊，功德相呢菩萨前面又加了2句，广大清净，可爱乐，这2句把这个功德相充实的更圆满了。我们看清凉大师注解，他里头有说：“德无不备，化无不周。”啊，这是广大的意思。德，我们学净宗。在净宗经典里面，我们揭露了5个科目啊，写在净宗同学手册里头。第一个科目是观经的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学者。这十一句是德，我们要记住啊！啊，念字在字，要把它落实到自己的心行啊，与大众相处，决定遵守世尊的教诲六合敬。啊，为什么不能跟大众相处呢？不能忍让，要学忍让，要学吃亏。啊，《论语》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我们要学，我们要落实啊！存心要厚道啊，啊，温厚啊，善良啊，啊，对人对事要恭敬谨慎，啊，要恭慎，啊，生活决定要节俭。啊，要懂得忍让，六合敬就很容易做到了。啊，彼此不相让的，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这个罪过是破和合身的。啊，佛经里面讲戒罪呀，这是堕阿鼻地狱。不能够合群，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太重。能够放下自私自利，跟任何人都能和睦相处。啊，没有不能够和睦相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佛对于一切众生教诲的总纲领，就是戒定慧三学，这是总纲领。啊，教菩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的守则，就是六波罗蜜啊，六度啊。如果做到最究竟、最圆满，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我们以这个作为自己修学的科目，这个就你能做到了，得无不备了。啊，教化众生。这个教化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帮助啊，我们教导他，劝勉他，帮助他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反成圣。说我做不到，我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决定是
尽心尽力的去做，这就是圆满功德。啊，我没有丝毫保留。啊，这个是经上讲的广大。啊，清净是不受污染啊。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人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还有七情五欲就被污染了。诸位要知道，七情五欲是染物。那人家讲了，那人要是没有七情五欲，这个人不变成木头了？那学佛有什么意思？学佛学到最后都变成木头，啊，都变成石头，啊，无情无义，这是一般人错会的意思啊！诸位要知道，佛法讲自性本具无量智慧德能，觉悟了的时候是智慧德能，迷惑的时候智慧德能就变成五欲六情啊，所以情欲跟智德是一不是二啊！啊，觉悟了之后，啊，你看看，它不叫做爱心，它叫慈悲。啊，慈悲是觉悟了的爱心呐、啊！啊，这个世间人叫爱心，佛说是。那是迷惑的这个智慧啊，智德是迷了的智德啊。佛大慈大悲，真诚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他的爱是真爱，永远不会变的啊，我们称作慈悲，那是智慧啊。世间人讲情讲爱会变啊，啊，这男女两个人好了，啊，相爱了，结婚了，哎、啊，过了没多久，听说离婚了，这不是假的吗？哪里是真的？啊，它会变的，会变的是假的。啊，情欲会变，靠不住啊。啊，所以对凡人，我们很清楚。哎、啊，他说喜欢，你别当真。哎、啊，他说不高兴，你也别当真。哎、啊，也不要生气，为什么呢？假的，全是假的，虚情假意嘛。只有佛菩萨才是真的，永恒不变。啊，他那个心，这个念头是从理上生的，是从智里面生出来的。啊，凡夫啊，他起心动念是从情里头生的，是从识里头生的，靠不住啊，全是假的。啊，既然是假的，你要是责怪他，那你就错了。啊，你完全错了啊！所以佛菩萨为什么跟众生相处？众生不管用什么心，佛菩萨如如不动，他清楚嘛？你们都搞假的吧？那都不是真的吧？啊，
所以佛菩萨能跟众生呢非常和睦，融成一片。哎，他知道你们都是虚情假意，啊，跟你们在一起游戏人间。哎，你看看六祖问那个永嘉，你还有分别吗？分别亦非异，那就是游戏神通。啊，我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啊，众生怎么分别，我就怎么分别；众生怎么执着，我也怎么执着。啊，活活泼泼，但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从意识里头生的，这就对了。啊，所以六祖说：“哎，你如是，我亦如是啊。”啊，不是从意识里头生的啊，啊，是从真如本性里头流出来的。啊，这一招我们要学习。啊，你能真学会了，你得大自在啊。是我们学佛嘛，学的要像个佛嘛，啊，要像菩萨嘛。啊，学来学去还是个凡夫，那就完了。啊，那就完全错误了嘛！啊，所以清净心重要。啊，我把佛法归纳的是，归纳为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这个心。啊，别人用的什么心，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假的。啊，他是假的，我们是真的。啊，假的呢，他搞六道轮回；我们真的呢，是入佛法界。啊，我们将来的归宿不相同。啊，他的归宿依旧搞六道轮回。我们的归宿在一真法界，啊，在极乐世界，啊，怎么会相同呢？啊，跟这一生众生接触呢，结个善缘，善根深厚的这一生得度。啊，善根浅薄的，来生后世必定得度。啊，一切众生的成就不是在一生一世啊，啊，生生世世无量劫啊，随着广大清净，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啊。可爱乐，清凉大师给我们提了一句，无不要见。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见到你都生欢喜心啊！为什么？我们以真诚清净的欢喜心对人啊，他自自然然，他感动啊。啊，所以不能用虚伪。啊，虚伪的心没有办法跟一切众生相处。啊，决定要用真诚心。啊，尤其是对待恶人。啊，真诚必定能感化他。啊，极恶的人，我们要有耐心，长时间才能够把他感化回头啊！啊，这是功夫啊！啊，不能够说，哎，我跟他相处两三年了，他还不能回头，还是那么执着，还在造恶。我们的真诚还不够啊，
还没有达到感化他的程度，继续努力，绝不松懈。啊，五年、十年、二十年，啊，还有不少人，我们这是在历史上看到的。他快要死了，还没断气，忏悔，回头了。哎，那也行啊。啊，那也是很成功的。啊，一般，啊，多数，大概总是在三五年的回头。我们看到的很多啊，如果我们三五年这个耐心都不够啊，看到这个人劣根性算了吧啊，那过错在我们自己啊，我们用的这个三四年的功夫白费了啊，这个很可惜啊，一定要学佛菩萨啊，有耐心，忍辱波罗蜜嘛。这一个众生没有回头，永远都不舍弃。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所以只要真心与众生相处啊，所以连小动物都被感化啊，哪有人不能感化的道理呢？啊，古德所讲的圣公说法了，万石点头，连石头都被感化了啊！你就想一想，哪有人不能受感化的道理啊？人之不与回头，换句话说了，实实在在讲啊，没有长时间的接触啊，啊，这个里面生起误会、疑虑、嫉妒啊，从这个里头产生的障碍啊，所以人与人、人与一切万物，最重要的是要沟通啊，常常接触、常常往来所有的误会、矛盾、冲突自然化解了啊，所以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人与人为什么不和啊，族群与族群为什么不和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为什么不和，缺少往来啊，啊，如果常常往来，密切往来，大家都变成好朋友了，啊，自然能够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啊互助合作，啊，彼此互相照顾啊。这个里面就是真实智慧啊，应用在四相上，那就是善巧方便了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学了马上就用啊，
最重要的是用在家庭里面，家和万事兴啊！学了佛，佛法不能在家庭上运用，那你等于没有学。啊，学了不会用，你没有学会，你没有真的懂得，啊，你没有理解。啊，这个时候更应当要努力，要虚心，啊，认真的学习，啊，落实在自己家庭，一家和睦啊。啊，你的一家人个个法喜充满了。啊，那么怎么个学法？这里头讲方便。啊，方便法师一定要多听，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很悲哀啊。整个社会啊，学校家庭都不讲伦理了，都不讲道德了啊，维系中国社会安定繁荣啊，这几千年的儒家的道统啊，儒家讲的三纲、五伦、八德，现在通通都废弃了，社会怎么能不乱呢？所以家不像家，国不像国。啊，但是我们决定不能被弯。决定不能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好人了，那你这样想就错了。在这个时代，世间具足善根的人还是有啊，还是很多啊。啊，这些人在一生当中遇不到缘，遇不到善缘，他的善根不能起现行。如果他遇到善缘，他善根起现行就起了作用。所以怎么样把这些众生善根换起来啊，他这一生虽然没有受到圣贤教育，前生前世曾经受过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这是讲经说法，他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他有机会听闻佛法啊，佛法因缘熏修时间长了，他觉悟了，他回头了啊。所以今天家庭里面要和睦，最好的方法讲经啊，那请法师到家里来讲经是最好的事情，无比殊胜的事情。可是难呢，今天讲经的法师少啊，所以现在我们利用科技啊，利用这个电视啊，我们今天流通的这些光碟啊、录像带、录音带，家里面说多放多听，就能变化气质啊。我今天教大家的啊，我没有介绍大家听我讲经，我介绍大家听了凡四训啊。现在了凡四训马来西亚的同学发心做了两片的 VCD
啊，很好啊，两篇不长啊，一个小时就听完了。每一天听一遍，把它当作功课来做。你要是继续不断听一年，你全家都变了。一年的功夫啊，哎，你的家庭就和睦了，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啊，确实这六条都会做到了，自自然然做到。你的家怎么会不兴旺啊？啊，你要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老板。啊，你的公司，你的商店，啊，你在没有这个今天还没有开门做生意之前，先让所有的员工听一遍，啊，这两片嘛，一片大概只是不到一个小时啊，啊，晚上在下班这个之前找一段时间听下一片，啊，一年之后啊。你这个商店不一样了，啊，你这个公司行号也能够做到六合金，自然的，一点都不要勉强。啊，这个办法了是印光大法师提倡的。啊，我学佛。第一部善书啊，就是《了凡四训》啊，朱金周老居士介绍给我的啊，我读了之后很受感动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啊，那一年在香港住了4个月。啊，有2个月的时间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谭旭老法师的道场。啊，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收藏着这个印光大师弘法社出版的这些书籍很多。啊，我很仔细的。去看，发现印祖在一生当中流通《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流通量最大。啊，我从他版权页里头。印的数量概略的估计超过300万册，我感到非常惊讶。在他那个年代，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啊，这三样东西流通这样大的数量，我就想到老和尚用心何在啊？我就想这个问题啊，啊，想了好几年呢，我懂得了，老和尚大慈大悲，要挽救世间劫难，啊，除这个方法之外，实在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了，啊，所以那一年。我回到台湾，我就把这个《了凡四训》呢印了50000册。啊，我还讲过几遍。啊，那么这三种书我也很重视，啊，在台湾呢翻印流通。果然能够依教修行，啊，用真心
来修。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与人接触啊，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几年呢效果非常殊胜。啊，我们去访问啊，去拜访，接触各个行业的人都欢喜啊。啊，都能够坦诚地交谈，没有界限。啊，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啊，凭什么呢？凭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所以可爱要我们见到了啊，这个见到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你已经证得了，你证明了。我们用什么样的因待人啊？哎，立刻果报就现前了。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所以清凉大师在此地住的是无不要见，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欢喜看到你。啊，所以叫喜眼呢、啊，啊，这个名号啊，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以喜眼观世。啊，在佛门里面。非常非常重视啊，你看看在中国只要是佛教道场啊，一进山门第一个就是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喜眼观世啊，啊，视线的那个肚皮很大，叫我们要一切包容啊，不要计较，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一切包容啊，喜眼观世啊，你所得到的回报也是一切众生欢喜你，无论办什么事情啊，很容易办成功啊，帮助的人太多了嘛。啊，这佛家常所说的长生欢喜心啊，啊，欢喜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滋养啊，你看古人所讲的忧能使人老，那欢喜就使人年轻呢，不会老化了啊，不需要去吃什么补品啊，那些补品是越补越糟糕，越补毛病越多，它起副作用啊，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身心调整啊，用什么心什么调整呢？智慧调整，真诚调整，清净调整，欢喜调整啊，你身心自然健康啊，不会老化啊，这个是我们学佛可以说是最浅显的收获啊，我们得到这个利益，这是学佛最低的利益，我们要能得到啊，身心愉快啊，不容易衰老啊，
你也不会生病。这个修行的真正的因，就是这个地方的习眼观世，啊，广大清净。啊，清凉幕后，啊，跟我们讲的卑微德相，啊，这大慈大悲也，啊，观察普喜。这一点很难做到，这是自己真正的修养啊！我们为什么很难做到呢？心不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很难做到。立分别执着呢，就不难做到了啊！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就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啊！啊，修什么呢？修清净，修平等。啊，什么叫清净？不起贪嗔，不起好恶，你的心就清净了。啊，怎样修平等呢？不生高下。我们的心就平等了。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就决定不会平等。啊，佛心平等啊！啊，你看在十法界业因里头，啊，第一个因素，啊，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所以我们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去修平等心呢，这个是修佛道啊。啊，换一句话说，以清净平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是修佛道啊。以六度心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菩萨心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要晓得怎样去修学啊。这些业神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不是真的业神啊。真的业神哪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那华严会上最低身份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啊，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才能够参加这个法会啊！啊，所以这上面所有的这些人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这多元文化嘛，啊，你看呢，不同的身份，啊，不同的形象，啊，要以我们现在的说的是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都能在华藏世界共存共荣。这不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吗？啊，所以多元文化的这个最好的教材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适合于现代的世界啊，人人都能够
读华严，人人都能够学华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心地都是清净平等，能够与一切人、一切族群、一切宗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决定呢不破坏别人的文化，你看看这个里面各种这些神类，我们都分得清清楚楚。它并没破坏夜神有夜神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昼神有昼神的文化，有昼神的生活方式，能够在一起又互相不破坏，这才能共存共荣绝对不可以说只有我的你们都不行，你们一定要跟我走，这个就难了所以华严展现的是多才多姿共存共荣而不破坏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这样才能得到一切众生欢喜接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佛是第一，夜神也第一昼神也第一前面我们看到的山神树神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才平等嘛佛第一菩萨第二就不平等了，这个世界就不安定不太平了你看个个都第一所以宗教上呢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我们佛教第一，基督教也第一，伊斯兰教也第一这大家就和睦共处了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呢，那一定要打架决定不能有和平，个个都第一了佛经第一，古兰经也第一基督教圣经也第一，个个都第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举个比喻说的，我们这个身体，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就像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一定是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我们眼第一，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个个都第一，身体健康总不能说我眼是第一，耳第二，鼻第三，这个人生病了不同的族群呢就像不同的器官一样我们眼是佛教，耳是基督教，鼻是伊斯兰教我只有我这个眼第一，耳鼻都第二，这个人不生病所以这世间不平呢，社会生病，世间生病，跟我们一个人一样人每一个器官都第一，身体健康，这个社会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都第一，社会健康世间健康懂得这个道理，你才能懂得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山林这个大道理
啊，然后你才真正能用习言观事，啊，清净可爱啊，啊，从这个地方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其如一真法界，啊，这个解脱吧，啊，解脱就是。解脱六道啊，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其如一真法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